主任委员吴美红，企划处，陆委会企划处胡爱玲处长，法政处蔡志如处长，外交部政务次长令狐荣达次长，这个令狐次长是第一次到内政委员会哦，特别欢迎。亚太司陈锦龙副司长，张仁九秘书长，陈锦龙，陈龙锦副司长，抱歉，张仁九秘书长，北美司姚金祥副司长，国主司庄立新副司长，国传司彭胖陀司长，国防部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唐华少将，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黄玉顺处长，郑仲凯组长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请夏主委来做专案报告。主席、各位委员、各位女士。